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5周年华诞，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。非洲也正经历新的觉醒，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。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，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，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。